我们泡完地瓜回来，我们本来说明天拿去卖的哈，但是我觉得害怕放到明天就不新鲜了，我们就在晚上拿去卖。我们先把这个盒子倒到盒子里头看看，称一下有好重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地瓜都装起来了，24、6、7，装了7盒，卖好钱一盒了。你觉得呢？30。31。卖到210块钱。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差不多。好，那就出发啊！买地瓜哥，买地瓜哥。30块钱。30块钱一盒。卖了5盒，150块钱哈，